好，2022国际艺术博览会在台北世贸艺馆盛大展出，来自15个国家超过2000件的艺术精品，包括了毕卡索、夏卡尔、草间弥生、艾未未以及赵无极等大师的作品，让文化部长龙应台也莅临现场。号称是19年来最大规模的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，也秀出台湾具有亚洲艺术市场风向球的指标地位。而中外大师级的珍贵画作现场展出之外，另外还有摄影、雕塑等创新现代艺术，同时也规划了系列活动，包含了现场艺术表演、艺术讲座、公益展区、艺术巴士等等，希望呈现全方位的艺术博览会。